神尊，别拿你的臭嘴对着我儿子！这五名府中，竟然还有第四名神尊！天！ 三长老，有看到七月吗？七月，之前回来过，拿走烈阳神功就出去寻你去了。家族这边，去吧，去找七月吧，这里有我们。长老们，少爷，你的刀。等找到七月，我就回来。谁需要你回来？我们几个老头顶得住。去吧，去吧。
好，接下来交给我了。县镇营百副长赵括，前镇南关神风营侯毛使潘宇，前庆阳关虎啸营校尉张立祥。你说今晚我还能害死谁？这东宁府中还有谁可以去死？